中哦，没有。大家没看啊！我今天我好同学从美国回来，带他来这边接风洗尘一下。老师说你在美国有钓鱼，应该是很多个地方可以钓吧？有可以钓啦，只是没有去钓，没有人教啦哦。我看你在美国是在钓别种吧？我钓白色的鱼。哦，这是影片拍出来有我在一定百万。你在放屁？有一百就差不多了，好不好？还会往后钓嘞。你今天钓到鱼，就直接煮给你吃，好不好？煮下钓组，等一下先玩路亚，然后给我同学，等一下我需要第一天带你来钓鱼，不能让你打嗝。看到一只海莲在翻，哎呦，今天你负责处理他们，这是海莲。等一下他是右手卷，然后你就用左手拿，然后很简单，等一下我活下勾下去，丢下去就对了。对，我示范一次，海出去，这样甩，丢去，然后再动，哎，对对对，哎，中了哎。高呗，这样都中鱼了。我在教你就中鱼了。哎，这好吃呢，这个黑公啊，我跟你讲啊，我跟你讲那咸水无锅鱼啊，刚刚还在试竿就中鱼了。黑公抓着，抓嘴巴，给它伸喉咙，哎，伸喉咙，好，捏着。这不会咬。哎，不用那么深呐、啊，不用深到你那么里面，哎，边边就好。哎，看第一只，舒服。哎，那是新手运呢、欸。哦，中了！你怎么拔到黑弓的？从旁边看。你怎么拔到的？哎、欸，我专业的、欸。哎呦，不是随便中，是从这边中。我要跟老板讲作弊，拔到掉掉。你怎么拔的？我匪夷所思哎、欸。可怜呐、啊！可怜呐、啊！名师出高徒啊！人都是不是正常正规钓？你在侧面到底怎么中？我觉得很纳闷的。你在慢慢的走路，我就刚好熟悉了。感觉要车祸啊！然后有，哎呦，有了，中了！不、哦、不、哦哦，谢谢、啊。海莲，就是他，就是他。拿起来，拿起来。我掉了。这个也会掉，我跟你讲。有有呢，有。今天还是有鱼啊！继续，救他，救他，救他。等一下，你觉得有鱼对不对？你手就叮一下，再卷。对。他们常常吃潮水，潮水在动，他们觉得哦，开饭。哎呦，哦哦，我、哦、靠！哦呼呼呼呼呼！是要拉一下还是？拉一下，来，你就拉它冲一下没关系。哎、欸，这很大只哎、欸，这很大只哎、欸。来，让它冲一下。反正它已经勾掉了，这个鱼很容易脱钩，你还是要跟它缠斗一下。来，我帮你弄，我帮你把它弄。你那个没有网子起得来吗？我等下去煮一下捞网好了。啊，掉了吗？太大只了，太大只了，抱歉。中，有了啊。这次也有体型呢。哎、欸，可以。靠，要断。太大只了，不行。好，先拿网子好了。对，换我表演了。嚣张哎，这家伙一直在炸。有了，中了，可以呀、啊！哎，跟你讲，现在嘉年华会开始，潮水有在动就会开始咬 PK 啊，就是因为现在涨潮才开始咬，哎，中了，中了！哦，要，这个要捞网，这个一定要捞网。先好，先 hold 着，先 hold 着要 ，hold 着，哎 ，hold 着。哎，会跳、哦，没关系，你就在那边了。你就拉到我脚边这边，好，盯住哦。刚好，来拉进来。好，来了，有了啦。中，舒服。拍照了。耶，一次两个新邮票，小心。哦，有呢，你可以不要笑那么猥琐、啊，胸肌动一下。
大只的。不用不用，我这是粗的杆子。哦，终于换我表演了。这杆子硬的好处，本来中南部找海莲就对了。嗯，走，继续换点，带你去见见世面。其他点大概是钓差不多。嗯，不一定，因为出海口其实鱼很丰富。怎么会有那个啦？我把它钓过来。你要把它钓？我钓到我就拿起来给你看。顺便验收了你今天的抛头啊。差远了，在这边呢。算过不要在这边呢。换你的，换我换我，勾到了吗？碰到哦，碰到不算啦，勾到了，要勾到里面的东西流出来才算啦。搞不好就没有绑啊。那个有绑，那个有绑，快没机会要飘走了，等钓小鱼上来。算了，本来想要做环保的，没办法，做到。钓起来验 DNA 啊。来，请开始你的表演。噔噔噔噔，这钓不到我跟你信了。没有啊，空的，被鱼吃掉了吧？啊，小了，完蛋，不要碰你的系统。放生，放生，放生，放生。吃到，吃到，走，哎。跑了，中，中喽，中 ，OK 啊，好小吃啊，可以中了，长轴，红潮一只，中，中喽，哎，跟我刚看到大小差很多呢，我刚看到应该一斤多啊。又一只红潮，这边没办法，路边都可以这样玩了，不错。中，这什么东西？哦，石炉啊！第一次看到黄底的石炉。随便钓，有什么钓什么。就算前打，算路打，路亚干用前打。哎，飞上来呀！我靠，好凶哦，呱呱、啊！里面有没有钩？也是呱呱。嗯、中了啊！中了啊！呱呱！在玩嘛？呱呱啦！哎呦，小呱呱！对啊。嚯嚯嚯嚯！快耶！哦。啊中了！啊，喷了！跟你讲，这叫干干脸，就那一块，哇，那炸到跳起来，叫狂炸狂炸！死鱼，好呀、啊，钓到死鱼了，杀鬼，死掉的阿姨。中了！被咬了。哦，中了！哦，刚好有拍到一点点，拍到两秒钟。哦，悬了！等一下，自己钓的鱼自己吃啊！你看那个鱼比一般的无骨鱼还好吃。老林先有在练，补一下蛋白质。好呗。
鱼跳走了啦。靠北，收工。啊，今天吃泡面。吃泡面，你看都摆好了。我摆那么辛苦，结果就飞了。那、啊、算了。我操，我好雷啊！